好。如果你有一天的机会以不同性别生活，你第一件事情会想做什么？打手枪吧。感觉男生很爱看 A 片或是打手枪，感觉又很爽哎、欸。其实蛮想当男生。你说享受那个射出来的感觉，还是很棒？对啊，看他们就很兴奋这样。你觉得性带给你最美妙的感受是什么？高潮吧，就是觉得自己好像到了另一个境界的感觉，很酥麻，然后感觉自己有升天的感觉。我们访问到这里结束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